就是吉林的谷宏伟，就是他为了正义还站出来，但是他现在受伤了。上海警察打人，上海警察雇佣这黑社会来打人，但是北京的警方到现在都配合他们，不对他进行治疗。这个社会就是太暴力了，太黑暗了。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引起重视，反对这样的暴力的行径，恐怖主义的行径，给就是谷政委这种正义的行为进行关谷宏伟进行关注，致敬，给他就是不让他身体受伤了，不要流泪，还在流血。流了血，不要再让流泪。希望国际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关注这个事情。中国政府也要对这种暴力的行为进行一种谴责。希望大家就是今天关注这个暴力，制止暴力的行为，也就是制止我们明天受到暴力的打压迫害。也就是说，我们的正义感的人了哈。对，反对暴力。上海驻京办的这帮警察，强盗哪是驻京办，他妈强盗土匪啊！碰上了一帮土匪。是，你看那天就是上去了那个毛姐，问我妈叫姨嘛，我妈就去看看，就是被绑架了，过去就看看，到那嘎达就给毛姐和我老母亲，当时就全搂倒了。毛姐四五个人跟着毛姐，我那时候四五个人拖着老太一个腚堆扔那了，我搁车里都搁车门就给撇出来了，撇出来了完了我一看，我上去跟人理论去了，二三十人叮咣给我打倒了，完了一圈人踢我呀，是一边踢一边喊打死他。当时有一个咱们也是一个咱们的访民姐们那个董奎红一看那么踢我，直接就扑我身上就挡上去了。完了这几个人就是咱那几个访民本来也都是一身病的，完了也都上去拉仗去了，有好几个都挨打了。我当时就给我们撂倒那儿了。原来得到这个消息也非常惊喜，就是你们驻京办的这帮，就是你们的那帮野蛮警察，这真畜生，这是畜生不如。太厉害了，就是说的，真是惨不忍睹。段惠民啊，都给他们直接打死的，就是他们。是啊，就一贯性的，这些土匪强盗，一贯性的。全国的这些土匪强盗全是一样的。暴力行为，强盗。是，就是咱们上访的这些访民，我包呢，我的包呢，在那个红的包，俩人在老太太往上一撇，就是国家领导都说了有问题，向领导反映，向中央反映，但是他们问题就这么打压，这么解绑，哎，国家的要求是直接要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他们就怕解决老百姓，没事，强烈打压，就让我们实在老太太受罪。对付这些塌方腐败，发生这种，我怎么值得？在这个和谐社会发生这样。不和谐的事情，再看看其他人单子拿出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为这种暴力行为。那单子在这里，单子在这里。就是说的，我们现在就是强烈要求，对一个打人的警察，打人的这伙人，这个土匪做出
绳之以法，以法律手段、哎、要求现在当局绳之以法。我这几天一直跟那个铁路派出所和那个北京的警方沟通，就要求给我们报警通知单，要求给我们处理一件，要求做出处理。但是现在他们的一直不给走程序，就到现在一直是没有这个。看我们自己要继续念念完了，我们就到处打，就是说的他打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打的是咱们中国方面老百姓，他打的是老百姓，打的是老百姓。这个暴力这个行为太过了。这晚上刚才就是现在我们就强烈要求对打人的这个事件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要不咱们在北京没有安全保障。对，全部还要打人，对这种暴力行为进行抗争。现在就是咱们真就得团结起来，就像文总理说的似的，拿外国记者说的，这个事儿需要全国人民的参与，对，需要全国人民的觉醒，要不就是咱们永无安宁之日。对对对，我们在北京上访永远没有这个安全感，是没有安全感。必须这个北京警方也要跟着说。是，就是北京事情发生在北京，是不是很恐怖的？发生一是发生在北京很恐怖，第二个4月份是北京的爱民月。哎，在爱民月，对，不是四月份，每年的四月份都是爱民月。哎，4月10号叫开放日。哎，所以说在这个国家首都的爱民月里头，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完了北京警方处理的态度又暧昧，所以说我们非常不理解。是，当时他们上来打的时候，就是上来几下就打倒了，因为他们都是警察，打人他们会打，打的咱们现在还疼，完了还没有太明显的伤，全是内伤。现在我往后一躺，整个让后背、头、梗椎全疼，完了检查呢还没有太明显的伤，所以大夫完了根据这个情况，完给我一问，说的就是身上都是疼，我说的多处软组织损伤，头、颈、背多处软组织损伤。当时吧，因为我一直躺着不知道，我昨天一起来才发现，整个就是这边啊，就大腿屁股蛋子里头大筋都疼，不知道他拿啥给打的，因为给他打倒之后，他们一边打一边喊打死他打死他。这时候董奎红在这跟前一看，这帮人就是没人性的，连踢带踹，上去就趴我身上就扑我身上了。如果原组织手上站，完了咱们几个人上去拉仗的，他对一边喊还一边打一边喊打死他，所以他一喊他一喊打死他，完他上去。谁说的？你就那些街坊那些打他的人吗？打我们那些警察说的呗。他们说的。那还好你这样搞一搞，是可以缓一缓，否则的话他接着不断的话。所以说把我就冲上去了，我没办法了，冲上去扑过身去打我了，就救我。你扑到他身上扑上去。啊！我就不让他们打了，我赶紧扑过来，我赶紧救他。实际吧，你瘦着了。实际咱们这帮上访人就得学杨家，我操他妈的！上海警察就是土匪。我们上杨家办。就现在吧，咱是真正看明白了，为啥杨家当时杀警察，上海警察是土匪，他们打完人了，不给你任何说法。你看这么打完了，没有一人来过来，说的这事儿，拿回你给送100块钱药费，给送1块钱药费的，给谈的说的先治疗呢，根本就打完了，装老大，就是不给你说法，打完你就白打你，你还能把上海警察打的？我是直辖市，中国对外的窗口，我就牛，上海警察就牛，说打完就不给说话。哎，为啥杨家当时那么气愤杀警察？我现在看明白了，第一的。发生的一是发生在北京很恐怖，第二个4月份是北京的爱民月。哎，在爱民月，对，不是四月份，每年的4月份都是。爱民月，哎，4月10号叫开放日，哎，所以说在这个国家首都的爱民月里头，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完了北京的警方处理的态度又暧昧，所以说我们非常不理解。
太棒了。谢谢你们大家。谢谢你，我们向你学习的。我们非常敬佩你的勇气。把这个我们咱们打火干成啊，我们每个人应该这样做。这个吧，就是说的，如果说我用这事儿，你们也会办下来。用这个就对，我们就在这里打火。来，打你们也是打的，不是？你站在这里，行不行？你现在站在这里，我们把钱就交给他。来，这是访民捐的钱。不是，等会儿多少钱？等会儿，一共是总共三十万，总共520，但是在你们那个。他们还得签字呢，还有呢，还在签啊，他们还在拿，等一下，等会儿让他，等一下，等一下，你照片照片，来来来，你这得签。现在要处理一些问题，那你们现在为啥强力打压？哎，公安部305公安机关不允许参与执法，那你们这么多警察，几十警察在北京火车站那么，我这么敢打假的，他们只有保密团入我了，怎么说？我们就是说在网上看到的情况，这个对这个我们表示蛮愤慨。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打了，然后我们对吧？第三个要自己就那个打那个袖子，对吧？第三次，从哪里打的，对吧？当时打完了，那次你拿几千块钱，这不便宜吗？比较越去越责任，为什么问责？你打我们访民不行，你打的不是我一个人，你打的是整个我们访民的团体。对。所以说你还有一个就是说必须要追究他的责任，谁打的谁负责。现在我就今天一直跟他们沟通，跟那个铁路警察沟通，我就要报警回执单和你对这件事儿的处理意见。你就不给我一个说法呀？他现在就不给说法，他也不过来打我呀。他说让上海人来，我说为啥让上海来呢？他在北京打人，我现在告他呢。他说他们是警方，他们在执行公务，我他在执行什么公务？怎么大官必须得维护他们上法的权，要不然咱这些访民吧，他没路可走。讲这些街坊，这些传承吧，他们给他们楼上管，他们都帮着报120。当时他也挺勇敢，一看给我打倒了，转圈一帮人一边踢一边喊，打死的，扑过去就趴我身上了。不行了，我看都打他，赶紧干啥？就是这个，我就不想让他出现人命了。打的是咱们整个访民的团体，就是当时他国外去的。他都不如录像了，马上也去抓的，给他打的不是好好一个人，抓的也是咱们的团队。就是要是让他搁北京能纵横的话，能这么的话。欠费，要是有问题可以欠费继续检查，我进一步检查，我这不才才查出来。挺忙的，一开始根本就没给检查。挺忙的，现在走路行吗？肚子不舒服。你脚自己活动活动，看脚勾一勾。啊，那个脚呢？那个脚，大小便不行。
能不能解出来？我不解，都不要钱了。越来越重了，怎么老头请来的？钱现在走了。躺着以后怎么躺？啊，腿麻吗？你这腿有时候麻了。现在麻吗？麻，现在麻了，麻了，麻。不是你们别说，老太太自己说，人家不会，能就能沟通。这都多少年了。